今观礼，极乐世界，教主本尊。今现在彼，为诸有情，宣说甚深微妙之法，令得殊胜利益安乐。十方菩萨，瞻礼闻法，得蒙受记，称赞供养。 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第十段就是说，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呀。我们一心观礼极乐世界教主本尊。教主，大家都知道吗？释迦牟尼。 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教主，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的教主，本尊。这是密教的语言。密教修什么法？那个佛就是你的本尊，你之本，你之所尊。现在净土宗，大家。 都在念佛嘛，所以按密教的说法，那这个佛阿弥陀佛就是大家的本尊，所以是教主本尊。这个本尊的说法是按密教的语言，今现在比谓诸有情。 劝说甚深微妙之法。今现在说法，今是现在时，不是过去，不是未来，是现在。今现在说法，这是现在进行式 He is speaking，不是 was，不是 will，都不是。 一个是未来 will，一个是过去 was，现在正在说，这个时候正在说法。教主本尊今现在比在极乐世界为诸有情，为彼国的一切众生。 在宣说甚深微妙之法呀，是个甚深的法呀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点。大家常常有人就说：“净土法门是迂夫迂父所行啊，看不太起呀。”如果是迂夫迂父修这些往生，他就。 更看不起了，认为我是好像远超过于这个，我应该有更好的方法吗？这个其实你可以给他说破，迂腐迂腐也能行，迂腐迂腐是不是很困难呢？他没有多少知识啊，文盲啊。 他是很困难的，就是说，这个病是很重的。这一个大夫能够治很重的病，那一个大夫只能治感冒。哪个大夫高明？当然，治那个重病、治那个绝症的才高明嘛。所以，那个没有什么知识。 不懂得什么道理，没有什么学问，他也能把他治好。就这个病入膏肓的人，绝症，这个大夫都能治，只能说大夫高明。不能说你把要死的人都治好了，我不来让你治了。 念功讲到此处，幽默的笑起来。有很多人，这个地方是颠倒的，就好像那个傻子照相机呀、啊，傻子照相机，傻子都可以用。那个照相机并不傻，是不是？它是很高级的嘛？多少电脑在里头嘛？是不是啊？ 大家能够使用，能够普，正是这个法本身的高明殊胜。净土法门是甚深微妙之法，底下我们还要把它说明，怎么个甚深微妙，都是可以说得通的，就是。 做不到的事情，阿弥陀佛，大慈大悲，就在这儿。你就是这么念，你做不到的事情，你暗合道妙，你自然合乎最高的道妙。这不是碰巧，这个方法本身就具有这样的殊胜。它。 正在那儿，给他的国土说甚深微妙之法呀！极妙之法，称为微妙。为诸友情，他那儿不但是本土的友情，十方的世界都到极乐世界去礼拜阿弥陀佛。到了那里。 都在听法呀，所以《无量寿经》有理、供、听法这一品。释迦牟尼佛所说的，还都是你要先了达诸法空、自性空。你要了达这个之后，才能够成就这个佛土啊，你才能够受记。 做佛呀，所以跟《金刚经》没有一点矛盾。无量寿经一来，跟《金刚经》就统一了。这是夏老师一个极大的功德。不要就是一个佛教，还要彼此你说我不行，我说你不行，所以。 这种现象就是叫做什么？就是叫做斗争牢固。这种现象现在也是规律，也不足怪。佛在世的时候是解脱牢固，很多人都解脱了。在以后，佛涅盘了之后，最初的时候是禅定牢固。 很多人很容易得到禅定，禅定很深呢。那个时候禅定比现在后头的禅定深得多。而再过五百年，禅定的人也很少了，多文老固，还知道很多经典，还知道很多教，研究的。 还是很深，多闻还是牢固。再五百年，多闻的人也很少了。塔庙牢固，到处有塔有庙。一九五几年的时候，我去修养，我跑到莫干山去住了两个月。从上海坐车到杭州。 这沿途看见倒了的塔，不知道有多少。这个庙，过去我住在这儿，我就在附近这一圈儿，很近的这一圈儿，广济寺都算是远的，离我就是什么，走路大概七分钟。这一圈儿十几个庙。 那边打电话来，这边一通知，一出门，看见那个房子都是庙，十几个庙，所以塔庙很多，都坍塌不存在了吗？塔庙牢固也过去了，剩下来是什么？塔庙牢固都过去了。 什么牢固啊？斗争牢固。斗是战斗的“那个斗”，争是言字旁一个争，争夺争少的争。斗争牢固，争论。你跟我不同，我跟你不同，就是我修这个法，我这个好。 你那个不好，两个法师，就是你也是净土宗，我也是净土宗，你那个净土宗不行，念佛不行，我这个才好。没有谁互相赞叹，都是互相在那儿斗，在那儿，你说我不好，这种争论。 这个牢固，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可怪呀、啊。这就是娑婆世界的这些现象。在极乐世界，当然都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没有这些退缘。佛在说这个甚深微妙之法，令得。 殊胜利益安乐，这个净土法门，让大家都得法乐，而净土这个法，是得到一个殊胜的利益安乐。十方的菩萨都去瞻礼，都去礼拜，都去闻法，得到阿弥陀佛的受记。 都在那儿称赞，在那儿供养阿弥陀佛。所以这一段就说明，在极乐世界，佛也是经常以说法来教导众生。有的世界就不一定是说法，你闻着香味儿都可以前进。种种世界。 不同嘛、啊，我们看极乐世界，也还是以说法为主，所以极乐世界之乐，就是受用种种大胜法乐。往生以后，听到这个佛说法，一个很大的特点，就是听了之后，你能够理解。 不然，在这世界也可以修，但是到极乐世界，就是一切闻法，你要想听，听到之后，你就能够如实的理解。所以，他老是进步啊，听到了就是理解。我们这里头很难啊。 还有就是，有很多人在说，他所说的，他都说错了。刚开始就分辨不了啊。但是，一个错的东西进来以后，要想更正，就很难了。所以，在这个地方修行，困难就在许多方面。所以就是。 要下最大的决心呢，我们要能够自度，要能度众生，唯一的就只有这条路。要是度的一切众生，能于今生就超脱生死，这是一个最微妙的法。到了极乐世界之后，那处处都使得你。 增长，那个进修，那就比我们在这儿快得多了。底下这一段，是一个很关键的一段，也是非常难理解的一段。这一段，要把它突破了，再看大圣经典呐、啊，就好懂了。念公讲到这里，畅怀的。 笑起来，底下这一段很重要。

那么